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今天我們就來到這個啟城村，就是因為由於最近這裡發現那些食水就有這個含鉛量過高和這個退伍工人症的問題。你們班官員經常說這些水這麼安全的話，你沒理由不接受這個挑戰的。我們要挑戰三個人，第一個就當然是你有689特首，第二個就運房局局長張炳良，第三個就是這個食物及這個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接受我挑戰你有三個辦法，第一簡單一點，直接落台，第二都是喝淡水沖個涼，第三喝完淡水沖完個涼才落台咯。走走啊！